睡着了。原来海水冲的那个沙滩干干净净，今天的潮也退得很干，你看那个石头都露出来。我们今天赶海就是在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牛，今天过来这边赶海。今天潮退的也蛮低的，走啊，现在带着手啊去搏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捡的。开始喽。哇，今天那个水很清啊，你找一下。这个石头底下这个山壕很大。哦，这里有螺。对，看这个螺子。哦，那个石头缝里面，那个南方搓蟹，你就在里面。哇，抓不到的。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。哇，我发现这里的佛手螺超大的，看。这里的水太深了，我们去浅一点那个石头那边找一下。走了，我们来找一下。哎，我见这里有个三眼蟹哦。小啊，不是很大。好了，我们再找其他的。这石头是翻的。哎，这里又有一个，在这里。哇，你看，退潮的它藏在这里面。哟，哈哈哈！哦，你过来抓了一个，哦，高蟹的啊，这个是青蟹的。不是我，这个是兰花蟹的，说错了。这里又有一个，哎，哇，好漂亮。就是那个蓝光线。哎，这里有点小鱼，好漂亮。哇，你看它搁浅在这里了。哇，漂亮哦，好久没见过鱼了。好了，我们拿上来看一下。哎呀，它游泳了，这样子了。哇，好可爱啊，你看这里有小鱼，漂亮吗？就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拿去放上了。你看一下它怎么游泳的，来。你看，它放下去怎么游的？来看一下。当当。咦，跑到那里去了。哇，你看漂亮。等一下它就往那边摇去了。这石头缝我们找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这里找一下。要捉它这个也没有把它赶出来啊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应该就是兰花蟹的，藏在那个沙子里面。你看它今天就是趴在沙子里面，哈哈哈哈，可爱吧。来来来，它还不显出来。好了，抓到了。哎呦，想跟我打架。哇，第三只了，又是蓝花蟹，漂亮。这个石头缝可能这边过不了，我把它搬到深一点水地方吧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珍珠斑一类的，漂亮吗？好了，把它放了。哇，去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找。
这里这种螺一大堆，不大的。哦，这里有两条红红的鱼。我们两个胶宝在那里玩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好漂亮啊！来，来，慢慢把它抓一条上来。我要碰到脏的。哇，有两条浮丝的，好像我们这里叫鲤鱼桃啊。哦，漂亮，像红山鲢一类的。哇，很脏满啊。两条 ，very good， 等等，啊，打一条水养住它。哇，这两个家伙在这里，给我一锅端它了。哦，漂亮。哦，脏脏死。要找，好了，不玩了。我把它养在这个水坑里面，放在桶里面，怕缺氧。对吧，让他们在这里享受一下两年的时光。放了两个胶宝在这里，让他们这里养一下，再去找一下，如果没有就回家。如果你不仔细看，你都不知道这个是啥的石头帮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很懒的，没怎么动的。你看，哦，不要给它跑进去。哎呦，就这样子，狮子桃啊，我们这里就漂亮吗？哇，可爱。好了，这样的鱼的很大了，两三年了，可能都有，抓了。先做个石头帮啊。我们这边就狮子桃啊，你看它那个桃像那个狮子一样的，知不知道漂亮吗？像这种两三年都有了，很老了，漂亮，拿回去跟它洗个热水澡。这边的少说完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我们去抓那两条鲤鱼桃啊，回去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鱼啊，两条的嘴巴都是这一边的。来，今天的收获。今天的成绩不错哦，三个兰花蟹，一条狮子桃，石头帮，还有两条这个鲤鱼桃啊，我们就这种鱼很好吃的。哦，这种很大的哇。哎呀，回家。带你去，你们两个人去逛街，在这里太寂寞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放在这里。风了，赶海没的，还是那一句，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，下期再见哦。今天抓到鱼，蒸了一条，还有那个花蟹就炒，还有一个汤，自己一个人吃饭。走吧。